先走吧。啊，我琢磨琢磨的。琢磨什么呀？不行啊，我老丈人来了要见我，我头一回，我也没见过呀。见呢？那项目怎么办啊？哎呀，那项目什么时候不能谈呢？秦总明儿就走了。那你老丈人什么时候不能见呢？老丈人明儿也走。那他俩是不是手挽手走的呀？哎呀，走这项目就算了。哎，别介呀，这么好的机会，那哪能？你可别忘了，这全市的垃圾。是啊，我也舍不得这些垃圾呀、啊。那怎么办呀、啊？你这么着吧，啊，你忘了咱俩这先天优势了吗？什么优势？双胞胎长得一样，跟照镜子似的。你想冒充我是吧？不行啊，不行。再说你是厨子，露馅了怎么办呀、啊？我厨子怎么了？我也是服务行业呀、啊。不行不行，这跟我服务不好，你老丈人是走吧。哎呀，冒充一下没事。行，哎、不是，让我考虑考虑。考虑爸，哎爸，你别巡视了，屋里没人。我知道，现在屋里是没外人呐。通过我5分钟的巡视和认真的考虑，我觉得确实不能让你再这么一个人生活下去了。谢谢爸爸，那明年我跟杨洋把婚礼办了吧。明天，明天跟我回广东。你不是说你只是来看看我的吗？我不这么说，你让我来吗？骗子，骗子！哎、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啊，我接电话。喂，大哥，你到家了？大琴子，我在我闺女家了，你赶紧来吧。正好看看我女儿的男朋友，你给我参考参考。正好啊，我也有件事儿让你帮我参谋参谋，我再给你带一个年轻有为的小朋友。啊，一会儿见。爸爸。待会儿洋洋来了，你可不能难为他啊！我不难为他，哎，我难为谁呀、啊？哎呀，爸爸，完了，人来了，爸爸，爸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这没用啊！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别来这套啊！爸爸，这也不管用啊！完了，就怕这下。保持住，保持住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啦，嫂子啊！坐坐坐，瞧好了你。爸爸您好，你叫他什么？嫂子。嗓子，洋洋最近两天嗓子不舒服。对对对对，嗓子不舒服也不能这么叫啊！你叫叔叔。哎，爸爸您好，我叫叔叔。你叫我叔叔。哎，好的，爸爸，你叫我叔叔。这孩子有毛病没有啊？爸，您先别生气，我教训他去。来，怎么回事你？是不是喝大了？我喝什么大了？我刚下火车，我。火车？哪来的？长春。干嘛的？厨子。你哥呢？我就是我哥。去，再见。刘牧，既然来了，就聊聊吧。小伙子干什么工作啊？除垃圾的。哎，吃垃圾的。什么？除垃圾的。就是搞新能源这一块，就是方方面面哈、啊。对对对。人挺好的，反正。家里都有什么人呢？啊，我爸，我妈，还有。还用想？没了、啊。漂亮，你哥一句话让你给整没了哈。你爸做什么工作的？原来是老师，现在是会计。哦，你母亲做什么工作？原来是会计，现在是老师。啊？错位了。他也是书香门第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是。爸，洋洋待会儿还有事儿，我带他先走了啊，自己在家里待会儿啊。好嘞，叔叔。等一等。喝酒知人品，陪我喝两盅。过洋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特别感兴趣，一会儿见我大哥，我大哥一点头，这事儿就成了、啊。谢谢哥。哎，过洋，你看啊，这小区漂亮吗？太好了，好吧？好啊，所有的环保垃圾箱都是我弄的。哎呀，真棒！哥，你说咋那么巧呢？我女朋友家也是这小区，这么巧？我大哥家从这往这儿一拐就到了啊，这么巧啊？
我女朋友他们家也是从这儿往右一拐就到了。这么巧啊！什么时候搞上的？八字没一撇呢。哦，谁追的？他追的我。这么巧啊！我结婚之前也是他追的我。是吗？再三再宋大哥他对某眼那将，为什么吃下什么就要荒唐？临行的烟了云猫记心上，真乃是问得一阵一阵一了阵来真酒香。好，好酒啊，过瘾，这唱的舒服。哎呀，老头，我再点你一个叫小番啊，唱不上去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，我先上趟厕所，回来给你唱叫小番，完了吧？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挺会哄老头呢。岳母在吗？叫出来一块哄。行了，咱走吧，我。哎，你别，你我这正开着，我求你了，你再等会儿，你别走，你着什么急呢？哎呀，你等会儿呢，这个。待着吧，你开门去吧你。谁啊？哎呀，秦叔叔好。哎，秦叔叔，进来快！你爸在吗？在屋里呢，屋里呢。大哥，大秦子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哎呦，抱不过来，我还这么结实啊！快跑，完了，唱戏了吧？唱了，和谁？跟他喝的。又醉得真快，还。干什么你呀、啊？不是那个感冒了，客人是拉客人，传染你们冷，干什么？哎呀，不是你，大哥，过奖。哎，别挪了，抬起头来，好好的，站起来。大秦子啊，把那个。你拽过来，不是我还有事儿，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事儿啊？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长得一模一样啊！这个这哪一样啊，爸？这完全不一样。这看你鼻子真的不一样，长得爸，你肯定喝多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坐这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我喝多了，你肯定喝多了，是不，秦叔？我爸是不是喝多了？是，你爸平时不能对喝酒还唱戏，对，我没喝呀，对呀。你要不喝点儿？开车不喝酒。我喝啊！啊，多了。你们家就你一孩子吗？嗯。小时候没丢一个。你们两个不认识？不认识啊，哥，你可真不认识。哎，兄弟，你叫啥呀？我叫郭阳，郭阳吧，叔叔。啊，兄弟你叫啥？要不秦总您定吧。我定，你叫啥你不知道。我也叫郭阳。不能啊，你哪个阳？我朝阳的阳。你看有区别吧、哦、我是夕阳的阳。是不一样。这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，前俩字不一样，这一样啊，这个。这样，二位，你们先聊着，我们俩啊掰扯掰扯这羊，好不好？我们去上厕所啊。厕所在哪儿？就在这边啊。哎，我问你，兄弟，就是你那羊字边是在左边吗？我这在左边，你那个呢？上边。上边。闺女大了，行啊，跟外人一块儿给爸爸演戏。给我唱了一出狸猫换太子啊。谢谢。哎，赶紧爸说怎么事。爸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，你别生气呗。跟我喝酒那是你男朋友啊，还是知道咱们家厕所那是你男朋友啊？你说吗？什么叫我说的？哎，后面那个说。哎呀，刚才喝的确实有点多。哎呀，刚才哪说话不对，多包涵啊。哎呦，上了趟厕所出来跟换了个人似的啊。醒了醒酒。大哥你没发现吗？不光换了个人啊，这个酒还挺有意思，想醉就醉，想醒就醒，还转移呢。哎妈，我发现人真逗。这
那鞋倒是换了吧。换鞋？换什么鞋呀？漏了。爸，你别生气呗，你听我解释。听你解释什么？听你解释。小梅大琴子后边带着这个，跟我喝酒那个，今天这事儿就成了。叔叔，您别生气。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，今天我跟秦总啊约着一起谈项目，这不您又来了，我又不能怠慢您，我就出了这么一馊主意，您多见谅。不是我出的主意，爸爸。嗯，不对，是我出的主意，爸爸。你就别走啊，你喝多点儿。我就弄不明白了，多重要的事儿啊，你连我都不见，你去见他，这不明天秦总要走吗？是吗？啊，不是我要走，那跟他，你什么时候见他不行啊？叔叔明天也走啊？啊啊，是。大哥，我看明白，这里可能有点误会。有什么误会啊？不是，你看，听，你为啥明天就走啊？你呀、啊，我那边有事儿啊，这都定好了的呀。你明天为什么非得走啊？我也是定好的嘛，你看这事整的。到底什么项目啊？这郭阳啊，他们有个年轻的团队研发了一个环保工程，还获国家专利了，但是年轻人启动资金没有。然后我一想，这年轻人他得帮啊，我又把握准，想让你帮我再看一看。你看出了这个事儿，大哥，这个不为别的啊，为咱们家欣欣这个事儿你得重新考虑啊，做人要得诚信为本。对，这个事儿我是要重新考虑了。哎，起来吧。叔叔，对不起，秦总，抱歉了。我发现你咱真造你这。郭阳，投多少钱呢？啊，1500。1500块钱就别投了。我什么1500块？大哥，1500万，1500万的啊，那你就更别投了。我投吧。啊，年轻人创业创造奇迹，这个勇气是值得表扬的。事业失败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做人失败了。做人要讲诚信，要一诺千金，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。大秦啊，你是不是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跟我走过来的？是的。郭阳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原来就是大哥的司机，也年轻过，也闹过，是大哥帮着我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这儿。现在你有这么好的项目，还有这么好的投资人，你一定要珍惜啊。哎，不是大哥，这是我找来的，怎么就你全投了的？你投多少啊？1500啊。我跟你加一把。那不行啊，你咱俩投一下，那谁说了算呢？怎么还争上了？哎呀妈，谁投不一样，投就完了。你别说话，你。我跟他不是得避嫌吗？你投1500，我在你后边追加1500，我只对你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行吗，哥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投1500，他投1500，3000了。这事就这么定啊！走，喝酒去。那就别喝了，定了，别喝了，少喝吧。来，把酒来来来来。什么？这事就这么定了呀？你们这些男人心里只有事业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的事儿呢？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跟洋洋的事儿呢？呀，还有我。欣欣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爸都投资了，那你说他不就同意了吗？